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周，现在是下午的6点钟，我现在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广场。今天成都的天气好热啊，有30多度。我随后这里突然就围满了很多人，不知道是在干嘛。我们过去看一下吧。孩子很急了，小朋友站在白天外面，请举手，有的朋友举个手，我们走上最后的一圈啊。大家看到，演员手中拿的是一把烈火。来，首先。哇塞，来鼓掌吧！咱们呢，才是演员，再一次的掌声鼓励一下。刚刚大家也看到了，这么多人围在一起，原来是几个残疾人在表演，还表演得挺不错的，就是人太多了，没有挤进去看。也有很多人献爱心，10块、5块、20块的，他们残疾人靠自己来维持自己的生活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这些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